该分开，不该怪他。即使跟踪你，来留按下现场，牢牢看守着你，提防你踏上这一个他。就算他跟你有段情，我也为你高兴，用第三者身份辩证，最不可靠是爱情，我们无人能得逞，再温馨不够耐性，挨得到第四章受封印。Thank you.